他们两个人，我差点撞了，告辞告辞，你们俩继续，然后我再回去，空姐跑了。 吓人！哎，这不完犊子了吗？ 好亏啊！我叫了个闪现，我靠，打的挺好的，你这撞了。 先把他挂，刷个血条。我这么秀的吗？ 盒子不能踩，踩了这个人就飞了。几个电锯吧，电机应该要好了。
没修，这边没压电机，他直接是摸自己了，没脚印了。哎呀，其实开局失误还挺大的，哎，无所谓了。 这个存点对小丑来说太差了，要找定义器要时间。等我去找人，估计人都苟起来了。大老远装一个推进器，然后这个里面肯定是前锋，远处应该是调香。气死！ 直接拿头追，他打洞了，卡到位。 其实不用管，我在摸机子。
么好了。剩两个修机慢的，这边好像倒进藏了，前锋错宝贝，完了。敢说其实这个干嘛呀，其实又不修电机，又不修电机又不修人，躲起来居然没走那边，等一下，我刚才是不是看见祭司也在这了？看见一个脚，看来还真是。哪边都没走。